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主日的下午，赐给我们如此温馨欢乐的时光。我们能够头一次用儿童音乐会来庆祝主父母节，主啊，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小朋友，他们是这么认真的将他们平常所学习的，无论是歌曲或者是乐器，来认真的来表演。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将这些孩子交在你手中，求你来保守他们在学习音乐的路上能够充满着喜乐，让他们有从你而来音乐的恩赐，他们也乐意用音乐的恩赐来服侍你，用音乐来见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这每个孩子的背后，我们都看见有那么支持他们、鼓励他们的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在陪伴着他们。主啊，恳求你也继续的，你使用你的你的爱、你的恩惠，也使用这些音乐来祝福他们每一个家庭有更多在爱里的连结。哦，主啊，我们在此也将每个孩子每个家庭仰望在你手中，恳求你的恩惠、你的慈爱充满在你的家庭当中，让这些孩子们在每个家庭的成员因为有你的同在因为得到你跟众人的喜爱当中智慧的增量，同德成长，健壮丰盛。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